哎，man， hello， 帮我报仇，帮我报仇。干，我那台没有缘分啊！你那台输好多、哦。我要打财神输好多、哦。然后财神都没打死过。连普通一百倍精灵都没死。那个打死好像都很厉害，都看人家蛮厉害的。没有，精灵最普通一百倍的力量。哦。他是彩色金翅四百倍。哈哈哈。一百两百而已。是哦，啊，什么都打不死这样。对啊，我刚还是啊，都是打不死，然后是600、700、800、1000。哦，我刚才有换洞。是几千一个洞打几千，然后几千超完没有一个洞会死，我觉得干。会打得心很累。好像哎，棉花是很硬。啊，我刚才降下500，打两下而已，马上浴火凤凰就死，还觉醒，400多倍吧。然后后面又死了一只没觉醒，就稍微赢回来一些。哎呦，直接过！我想说会落包哎。就这台蛮热心之客。
对啊，这台蛮好玩的，想说很久没有拍这一台的影片，拍一下。可是我的影片标题是要打那个肉包演出，靠呀，怎么直接？而且很奇怪又唱歌哎、欸，我没怎样，为什么又唱歌啊？我知道啊，我之前有遇过啊，就是我都没怎样，然后他就一直唱歌，一直唱歌，然后我过了快十关吧。因为通常你要在这里打架过才会有库存啊。可是有时候是不是抽到的吧？觉得信号不错，一直在唱歌，在抽血，然后就是不会开。哦，这一台有时候会这样。像我下一关又会过，哎，好神奇哦。甲贺忍法帖半也是啊，就有时候你这样一奔下去，他马上唱歌，就打架会过，可能都有一种抽到那种模式吧。保送，你想玩哪一台啊？我要玩北斗看看。北斗哪一台？这一台。真假？那台我觉得蛮烂的。啊，因为我等下要走，我要开个两百。那你应该是要玩四号机吧？四号机。有人有打琉球？哎、欸，花啦花。花好像，我觉得那台金高很硬，欸、这里有没有刚好？哎、欸，你随便放一个地方。你哦，你说后面那台花很硬哦。对，我觉得要打那台，倒不如打南果。南果哦，妈的，又一个废物，要看到黑吧？会不会连线？没有，假中音。而且他没有画面，没有那个红色的。加十转。他如果有中音画面，应该会有字字显示红字的。哦。因为这边的南果蛮优秀的，一直飞飞飞还打鼓，超神奇。那一天我有看他打鼓是4000多枚还打呢。是哦。对啊，他们有传一张，我看他没出4000多枚还打鼓，这么爽。太软了，太软了。没过，没有黑吧连线的都废物。所以等一下要去忙了，等一下也是在杨柳谷那边啊。哦，啊，你有去普京吗？你不是说要去普京？晚上哦，晚上才会去就对了。晚上去那边打一打，还有券啊，把它消耗。哦，对啊，稍微用。啊，你记得你要说那个旧代新那个，才可以签名，签名才有算。啊，不然啊，我没有签嘞。是哦，啊，不然你这次去问问看，是因为你没有跟他说，有时候。店员不知道，他就不会跟你签名。可是我上次去找那个呢，你带我去那一次。哎呦，红色的、欸，好奇怪，红色，然后还别在，会不会过啊？哎、欸，三颗星呢、欸欸？有可能他是，这因为他有红的，就是代表他是奶鸡啊。对啊，通常是这样啊。有可能。过一下，过一下，再来一支库存。这个都超难过哎、欸，转速也超难加。三颗星的阿赫小颗按键，废物。干，那这样一关也不给我。嘿嘿，哎呦，莫名其妙给我十转。希望可以绝孔乱舞，那个也超难遇到的。可是那个加转速好像都加的不是很漂亮。有呢，有人加超好过。因为我之前打的都是加100多而已。对啊，很长一两百。有人加到7000多转呢、欸，是哦，有照片啊，我有 po 在那个 YouTube 社群，台子坏掉啦，店家也给他钱，跟他说台子坏了，拜托不要再玩了，我们台子坏掉了。有人有那个黄本都加到7000多，我觉得很夸张。对啊，就是都有一些台子可以加的超好的那一种，整个傻眼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？我们玩的都超烂，然后人家都遇到超好的。运气，运气。对啊。不能这样说啊。嗯。神运啊。一两圈就打得死财神了，像我那天打那么多，一只都打不死。那些怪怪的。打不死还打财神。加转速没有。所以那一台最多可以调几分炮？你说财神吗？哎。5000啊。哦、oh, ，那我那一台都是我那一台从500打到1000，然后我就是这样中间这样断来断去啊，结果500、600、700，什么都不死，然后又开盘，莫名其妙。
没有啊，刚才就有库存啊。刚才就有库存。这是库存，就是有库存，他就不会打架，他就直接两只手掉下来。哦。啊，等一下就没库存了，因为这边颜色正常。嗯。就是那种刺激紧张的歌了。就是会抽血，看你会不会打。没有唱歌了，等一下就是看抽到什么。刚才我也是有开进去 RT 啊，然后一关都没过。是啊。抽到两颗新的病院。一看就软掉，马上死。炒那种两颗星的呢？对啊，就是很难啊。对啊。还有时候三颗半、四颗也没过，那个就很不爽。大铺徐建出来凹掉。蛮挺难的啊。哎呀，这个有机会有加转速哦。贞子跑出来，落瓜。哎，这样也可以加30转，太扯啊！啊，他的中音就废物，中音都在加10转的，常常在中音加10转，结果西瓜比中音还要，而且还落瓜。他30转就很凶了，因为他一关也才40转吧，等于又保送，哎呀，又保送一关的 feel， 看能不能再遇到打架。这次我没抓好吗？落音，落音，应该是落音。赶快打架一下，有打有机会。不见了，手都不多一点。黄色，这纯真很快，肉很快。哦、纯真三呢、欸？它万美应该六小时多而已哦。六个小时、啊。成多万美都大概要8小时啊，啊，这种纯真高的可能差不多啊。你按快一点就大概6小时啊。翻产2.8的也是差不多6个小时哦，不然有一些纯真低的8个小时，有些那个 1.5 的看那个要打到快 K 线，对啊，那个心很累，可是我愿意真的很累，没关系，可以万美达成成就达成这样，对啊，很爽。这台我也觉得很难开，没关系啊，消遣消遣就好。哦，对啊，转身之章，哦，还进来这里哦，那么扯，天命之客，这台的二代你觉得分吗？中烟之客，哎，中烟之客，星际有啊，那个我没有打、欸，你没有玩过，因为我觉得普京有一台，我觉得他这一台一代要漏就有点难漏，就很难漏啦，很咬，漏到2000就很难漏了。对啊，而且有时候开 bonus 又很难进去 RT， 对啊，超费，他 bonus 好像都差不多100出，对，100多美，有时候可能90几美就挂了。对啊，所以我二代我就没有玩了。哦。哎呀，这个落瓜就不加转速，这转速不知道怎么加，很奇怪，超难加，然后又莫名其妙的那一种。好像看他心情。对啊。吐血又不给我打架，打架？问号。最后的17转，准备要倒了。这一台我打了快2000美，快2000美，对啊，感觉就是很天井的 feel， 对啊，就天井999而已，而且我下装之后100转内有开，应该是天井，因为它天井有恩惠啊，它天井会赐回，嘿，赐回天国确定。这台他演出画面其实还蛮多的，我觉得蛮好玩的，还有手机啊，然后有的没有的，或者是猫突然跑出来，而且这台其实很久了呢，它可以做成这样，我觉得还蛮厉害的，其实这台手还会在那边掉，
哎呀，女生也超多，常看到。大部分都是打这一行。对，超多看到女生在那边玩。准备要死了，打一个三颗星的出来。审判，四颗星，干，两颗半，白字，死了，结束。还没，还有一次。哎，这个会凹哦，让我们来看一下，凹掉的不许见。这台大push许券都没用，看它会不会又突然掉下来。欸、真的又掉下来，好险有掉。这样影片又失败了，我要让大家看那个大push许券凹掉的画面，又没拍到。它好像只有爆稳的不会凹，其他的都有可能凹。只有它这一台。有时候常常会莫名其妙凹掉，莫名其妙开盘。对啊，有时候突然又莫名其妙两只手掉下来，开哦，真的吓到吃手手。大家可以把它当成是刮刮乐哦，对，有打有机会的牌子。阿藏，你那一天不就退了几十个群组？没有啊，三个而已。三个而已，我以为是全部都退掉。那我台子的群组没有很多啊。哦。啊，其他的没有给你退哦。工作他不可能给我退啊。哦，不然大家就会问说，怎么了？不要跟老婆吵架。哦。你就说没有，不小心按刀，误退。有时候吵架就是心很累啊，真的，明明就真的假的，你会打架，好猛哦！他跟我打啊，所以你会还手就对了，没有，我没有出拳，你用打，你用挡的，对，我用挡的，我用凹的，我没有出拳头，哦，出拳头一拳打啊，他那么凶哦，什么星座啊？那个双子。干双子，我蛮讨厌双子的。那就是很会情绪化啊。双子就是双重人格，然后有的没有的。我遇到的双子都让我蛮无眼的。没办法啊，都没办法，已经了，结婚了，对啊，回不去了。珍惜这段婚姻。昨天我那个传那个影片才好笑，那个群友那个啊。他说我已经单身那么久，还被误认成女生那一个，你有看到吗？什么台南汪东城，差点笑死。为什么我没有看到？因为他玩青刺中音啊，我就拍他，很多台友就说这是不是妹子？啊，看手就知道了。啊，他们觉得那个手是妹子的手。然后他就在那边干，我已经单身那么久，还要被误认成女生，心好累，怀疑人生什么之类，就在那边用贴图。笑死！我的手机容量不足了，还不了那么久。干，没加转速。转红的哦，红的。又怪怪的机会跑。怪的东西跑出来。哦，这个影片快20分钟了，容量不足，准备。但是要有那个。自动结束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欢迎经验留言分享。已经不知道要打。